各位推舟星海，大家有星海了吗？那对星海的评价探讨是什么呢？移动的千神像、珊瑚东星海、七人气，毋庸置疑，就像此次屏幕前的弹幕一样的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午觉，点赞星海报道，为了帮助大家更快速的了解星海，一说到星海，就想让他失语童年，直接那么强度毕业。本视频为大家整理了几条抽星海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事，它最后一定对你有所帮助。视频开始前，先给大家送上一波欧气祝福，祝说三年关注点赞的兄弟们一发出镜，十连三金，每次抽好都能抽好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，大家都会大好支持。如所示，为星海升至八级66的天赋，以及九级是10天赋所需要材料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，顺便点个赞。首先就是星海的嫁妆问题，经验书和魔蜡必不可少，烧九级需要421本大经验书和209万魔蜡，这些都要打开背包才能斗不斗。星海突破80级需要突破材料是道气的特产珊瑚珍珠168的，以及漂浮灵掉的浮游金盒，全部换成浮游幽盒的话需要144的。想要快速采集珊瑚珍珠的小伙伴，可以看我这期珊瑚珍珠采集视频，亲身灵宝多数采集，也可以在小破站三年多的时候私信我原神地图，今天获得超实用地图工具，快速定位漂浮灵珊瑚珍珠位置，剩余出来时间在这处都有，刷完还在进行标记。 Nice。如果需要打五项水，移动需要46的排异之路，假设打一次掉落3的，那么也需要16次才能刷满，一次40体力，16次就需要640体力，按一天180体力来算，需要3天半才能刷完，所以一定要提前刷。现在天赋升级需要女士们掉的浴火之蝶，如果天赋升满，动静需要18的，一技能拉到9级需要4的，这本每周只能刷一次，按一次掉2的来算，需要2周时间才能集齐。现在天赋升级需要的是服饰天赋书，服饰本每周一、周四、周日开启，全技能升到6级，全换算成蓝数需要66本，升到9级但是需要264本。按8级天赋本的爆率，一次带来一本紫、一本绿或者4本蓝，按每天当晚180体力来算，也需要8天才能刷完，所以天赋书一定要提前刷，不然你下一发马上就要抄星海，再刷就来不及了。不过星海如果作为纯蓝狐使用的话，只需要一个 E 技能， Q 技能普通可以探着点，所以按9级 E 6级 Q 的需求来刷的话，需要101本蓝数，也就是2天才能刷完。接下来就是星海的简单攻略，先简单分析一下星海武器、圣物、配对等问题。详细的星海攻略早已制作多了，大家可以到主页搜索星海寻找，大部分角色的攻略在动态自己的专栏里都可以找到。 3.0 也是会更新最新的星海攻略的，补上超元素内容等深入解析讲解，大家可以端入期待一下。珊瑚东星海五星水元素法师，定位治疗辅助，拥有大范围多少水以及回复能力，被誉为移动的千年神像。星海作为一位奶妈角色，配对更是多种多样，搭配合适的队友，自身也有担任主席的能力，代表队友就是星海武装、星海枫叶、灰谢尔、北斗。优点超简单，破坏能力强，对群和生存能力强，阵容造价不高。缺点对单乏力，担任辅助位时，星海可以给队伍带来大范围的多少水以及回复，代表队伍神鹤万星、森林化、神鹤万叶、星海。这阵容也是目前最强势的阵容之一，强度如何大家都知道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组建最适合自身账号的队伍。有什么不懂的，欢迎在弹幕评论提问，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，相信都会到有热心报假的。我比较推荐大家将星海当做你的奶妈，而不是主席，因为奶妈培养起来比较简单，不像主席还需要点 Q 点 E。所以我个人的技能将你推荐是元素战绩大于元素爆发大于普通，推荐点是一档九档六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分配资源。圣遗物方面，首推四海缆，其次4000眼。四海缆两件套可以有效提升星海的奶量，4件套则是可以解决星海奶量溢出的问题，堪称史上最强售后圣遗物。4000眼两件套提升生命值，4件套效果和星海元素单机机制十分契合。主要推荐生命沙、生命杯或者水伤杯治疗头，生生字治疗效果最好，生水字输入能力更强。副次要推荐生命值大于元素充能大于100%攻击力，详细的命座推荐解析都在攻略视频里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探探。这里直接得结论，辅助星海灵命吉特后续命座虽然都有提升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自变命座。星海毕业武器自然是不灭夜火，外传毕业的同时对奶量、伤害、充能、生命值都进行了提升，十分契合星海。不建议平民还是不要碰武器时为好，而且星海并不是五星武器，四星毕业武器四座金魄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生命值与治疗量双提升，来监督一定的能量回复。最重要的是四座金魄作为一件锻造武器，获取成本低，很容易就可以满金。其次三星武器讨龙音节弹性价比超高，作为辅助法师的神器，有着获取成本低、经验难度小等优点，可能一发十连就直接满金了。副条生命值加成可以进一步提升星海的奶量，武器特效还能提供较强的增伤能力。星海用金魄和讨龙就可以应对大部分战斗，对于月华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。详细的武器推荐、使用选择都在这期星海超级毕业视频里，想深入了解、感兴趣的可以去看。武器养成成本方面，不愿意怀拉满需要远海一地系列材料如下：全换算成蓝色需要112的，按八级材料本爆率来算，需要5天才能刷满，周一、周四、周日才会探望对应秘境。所需的大系列材料全部换成蓝色，需要东夺圣女掉落的水晶灵镜158的，以及漂浮灵掉落的浮游精华盒37的。同时还需要901段金炼釉魔创、113万魔蜡。将四座金魄拉满需要雾海云间系列材料如下：
周二、周五、周六才调好对应秘境，所需大赛材料全部换成蓝色。需要银术师调的雾区潮浪104的，以及秋日射手调的力战的建筑25的。同时还需要605块今天用魔创70万魔拉。将讨论一节坛拉满需要灵风崩蓝系列材料如下：周二、周五、周日才会调用对应秘境，所需的大赛材料全部换成蓝色的。需要神月法师调的地脉突眼70的，以及秋日三百调的禁咒绘卷16的。同时还需要399块今天用魔创50万魔拉。所有多余体力可以在特定时间前往特定秘境刷取，至于刷什么，则是取决于你需要升级哪一把武器。好了，以上就抽信仰前要知道的事，如果还有不懂的，欢迎在弹幕的评论提问，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，相信都会大有热心报答的。最后当然是要送上一波欧气祝福，祝所有三连端住点赞的小伙伴小宝里不安，想要角色武器通通抱回家。我会持续到校的更新更多更有趣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三连支持，下期视频再见啦。